Rockstar X 成员修路和亨源日前组成小分队推出专辑，近期也积极宣传新曲。近日两人在足球比赛闭幕时表演新曲，其中修路在演出结束后向在场观众说道：“希望大家可以非常愉快的观看比赛。”而一旁的亨源听到后马上回应：“比赛的话，大家应该是看完了。”让修路恍然大悟，惊讶表示：“啊，结束了吗？”接着立刻向观众道歉：“여러분들도경기재밌게관람하고가셨으면좋겠습니다 네, 네경기는이제잘보셨죠아끝났어요 끝났습니다아그렇구나죄송해요 네片段音出，粉丝全校翻直呼，可能等待的时候都在做自己的事，知道后的表情太好笑了，他是队长没错吧，拜托不要那么傻，好憨好可爱啊네여러분들도경기재밌게관람하고가셨으면좋겠습니다 네, 네경기는이제잘보셨죠아끝났어요 끝났습니다아그렇구나죄송해요 네